你好，欢迎收看6月3号的管理侠新闻，我是陈慧玲。按摩还可以抽红包，新北市视障按摩小站联合举办周年庆，从6月1号一直到12号，只要到劳工局辅导的22家小站来纾压，单笔现金消费满500元就可以抽红包。热爱台湾文化的葛西健二已经在台湾定居超过20年，在夜市创业卖串烧，同时兼顾剧团和演艺事业。葛西健二现场展现十足活力，热情招揽路过的民众到小站内按摩，并详细解说活动的内容。我今天我们有做一个红包，给你一个机会。然后那个红包里面有一个折抵券，现场可以用的哦。折多少？折是100块，然后多少了？还有那个电风扇，100块，折抵券是100块。就常常去拍外景什么的话，那时间很赶很赶，那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马上去，然后这边的话不需要，比如说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就好了，就舒压一下，那就有精神来了。从6月1号到12号这两维持两周的一个22家按摩小站的一个周年庆，那我们透过这个我们日籍的那个艺人哈。葛西健二来帮我们做一日的店长，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宣导，让我们民众知道我们在新北市有22家的按摩小站，那这些按摩小站我们都是有这个经过这个训练过的这些按摩师，他们都是您有丙级或乙级的证照，而且他们经过1600个小时的一个训练，所以在专业的部分，在技能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棒的。劳工局副局长许秀能表示，借由周年庆活动，让民众到按摩小站消费，可以直接获得更多的优惠，不仅可以舒缓疲劳，也能试试手气审核包，欢迎旧与新知多加前往各小站响应。那我们在这个周年庆就是6月1号到6月12号两周，那在这个部分只要就是我们民众来消费，现金满500块，那就可以抽红包，那红包的奖项也非常多的一个好礼品，包括可以现金抵折就是按摩的一个消费金额，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精美的礼品，比如说是小电风扇啦还有一些很好的精美纪念品那我们也欢迎民众利用这个两周的时间来我们22家的这个按摩小站来做一个体验。我觉得就这个那种西藏按摩的那个师傅，他们真的很有技巧的，对，真的他们怎么说，就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才能吧，就是按的地方就真的正确，而且力量也刚刚好，非常非常说不会酸痛，不会动什么的，所以大家就尽量来这边就体验一下，然后舒压一下。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啊，大家都很有压力的啦，对，就来体验一下，就很舒服啦。葛西健二也分享今天第一次体验视障按摩，他说非常舒服，按摩师的技术很好，按起来不但不会痛，肩颈的穴道压得十分到位，按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精神饱满，改天要找日本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全身按摩来享受。谢凤江市府采访报道。